很简单的英文字母的，算是大学题。它有三个颜色哦，有杏色，然后咖啡色跟黑色。其实就是我觉得杏色跟黑色是就是大家就是最基本的颜色。咖色的话，如果你有在犹豫的话，可以像我刚刚那样搭配，就是搭那个灯芯绒的外套，白色那件我觉得很好看，或者是你平常自己有黑色的外套，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子搭。像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单一尺寸，它可以从 S 号穿到 XL 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正面、侧面，然后背面，对。它一样，袖子这边是有一点蓬蓬袖的概念。将，等一下，你好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好了。哇哇哇哇！是啊，没事。纯粹想要挖一下，让大家好奇，给大家来一个大脚，我就穿个大脚，穿个素 T 啊，然后你大脚干嘛？你就穿一个素 T， 准备笑你，脚踝、手踝，我刚才特地走过去看一下你手踝是哪个部位。就 Amber 好像还没来，他刚刚点了一堆就。